相亲相爱，你在丢。你讲话多那个啊，尖酸刻薄。你对吴敬义在场，没有东西看，还是尽力要把工作完成。你真的吸啦？啊，什么？我真的吸？那肯定就不会你了。我你今晚是多少？哎呦我的妈！想问过这种外表看起来这么歹，啊，不过心内却温柔的榴莲男，伫食变身加落去非常甜，啊，不过讲到最后满口都是渣的渣甘蔗男，这成国语了，对不对？甘蔗男 ，Oh my god！ 你谁啦？算到这么刺激哦！哎呦，你的口味太过重啊，无怪阮阁会嫌甜啊，真正足高的呢。第一次做小三就上手嘛。上手以后你嫁给我，哥你就是我的大嫂，我嫁给你的阿姐，我就是你的阿姐，这样亲像家亲，我们两个应该相亲相爱不才对。我哪做哪笑，真正有我太高的当然也是，哎，不是啊，就像不是直接秋，我不会讲到秋这个字。你什么事不能讲？因为我想说，我有时候如果是我那什么大小姐是，不会不会，你的个性是属于这种的，太那个的。你讲话多那个啊，尖酸刻薄。你对吴敬义在场，你看啊。只要青菜一个人吼，给你踏一脚，你就会轮轮出去，轮出去什么？应该是练出去啊！踏你一脚，你就练出去啊！你怎讲？意思就练出去，好，你就练出去啊，哈。最后，你的金属较紧张，对，好，非常好，你已经就是你成功的开始了，好，太紧张。你干嘛戴口罩？嗯，感冒了。感冒，我帮你戴好。好，那你们要拉开一点。来手，我上哪里？你上到这里啊？哦，好。其实感冒是重新那边感冒，我们里面的冷气真的很冷，那天。因为那场床戏又比较花时间，然后在拍摄的过程，因为没有衣服可以穿，录完是真的流鼻水，然后就一直到今天，到现在都还有点烧香。光记忆力这个部分就会比较，因为现在整个人是有一点头昏，是我一直在量，我从昨天就我一直在量啊，然后我一直吃退烧药啊，39，最高到39，观众可能没有东西看，还是尽力要把工作完成。在，因为剧情有说，就是武信泰来要看到他有被那种种草莓，然后那时候那个化妆美眉，她这样画画，然后大家一看都行，不像，然后叶华就说你真的吸啦，然后我整个傻了，哈，什么？我真的吸？这个我还没把握。最后那真的是你种的？没有，我不敢。我忘记我刚瞬间失忆，忘记它朝哪里。今下只有我会当保掉你母甲新妇的新，对不起母新妇，对不起新妇哈。大嫂，你别跟我计较啦，啊你嘛知影我讲话就是较直接啊，啊你给我，那就是对不起，你跟我讲了，你就是我的大嫂，我给我你听到我直接来信，你是不是？我跟你讲什么哈？三合院外面那个，三合院，以前三合院外面那个晒稻米那个，对，所以今天算蛮轻松，因为你都坐在旁边。今天那个珍珍她就很不平衡，她说为什么每次你对到我都只有你我在讲话，都不是你在讲话。我说会缓的，大家都一样。对比5年前，当然差很多了。那一个是为了家庭变故，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他心里还有一种傲气，他想要帮家里重振这份事业，重振事业会不会对改过向善的会好？我的人设来讲的话，其实是会的，因为他目的只是要利用吴家这个吴三集团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，这男人绝对没想到接下来的这件事会改变他的一生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这样子得罪已经得罪很多，就是利用的太彻底。当时也太对不少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希望后面会有好的发展，不要一直坏下去。那如果哪一天吴彦才是白银影的时候怎么办？那肯定就不会理他。当时也太对不少，会不会有点反派？老实讲，我觉得，因为我心里觉得说，如果要变反的话，我觉得好像还好，心理上没有那么多变化。可是。
当真正接受到剧本、接受到对手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好奇怪啊，就是心里还是多少会有点过不去，因为五年前的凯宏是非常正直、热血，然后跟非常爱家庭、非常爱子彤，那五年后完全是不一样，所以还是需要去调试一下。恁两个人伫伫个车顶测试避震器，是伫伫个啥物所在？野外求生体能测试。Oh my god！ 恁两个人还靠边这样打哦，今晚拢算个叫你气骗哦。哎呦，我乖拢够有兴准啊！你真正足厉害呢，第一届做小三就上手。还是讲，恁两个人的爱火是啥物时阵烧起来啊？我哪会拢毋知影？大嫂，啊你嘛知影，我这个人讲的较直接，你莫甲我计较啦。咱两个人是不是应该相亲相爱比较对？安怎？拄只毋是嘴在笑的？毋是的，先的。我来帮你改。我你今麦是讲啥的？哎呦妈！我只是表达我支持你换新的嘛。大嫂，请问最后要放手吗？不放，好，就你不要抖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抖。